Hello，就是你们一直期待很久的关于口红的分享，就是我的几个视频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几支口红分享给你们。第一支口红就是这条视频里的口红，特别特别多人问，它是丝芙兰八四，但是这支口红的一个致命缺点就是它特别的显唇纹，就不管你有没有唇纹，它都特别的显唇纹，并且会在你的唇纹里就是变成渣渣。上嘴看一下，我现在是没有涂任何唇膏什么的，然后我的唇纹已经很明显了。它是属于一种就是干枯的玫瑰色，你看它上嘴的那一瞬间是特别的丝滑，但是就是超过那个时间以后，它就会开始显唇纹，然后等到它完全成膜以后，就会在你的唇纹里面留下渣渣。这口红我是不会涂出门的，涂它以后就像三天没有喝水一样，嘴巴干到不行。跟它颜色和价位都比较相近的口红是这支 UNI，我推荐你们买这支，因为这支更滋润。